明星夫妻吵架差距有多大？向佐跟郭碧婷出门，但旅途不顺，向佐不顾郭碧婷情绪，全程黑脸。对不起，我给你带来一个食物啊！你好贴，我会怕。怕什么？很贴，我不知道，因为路太小了。这里有树啊！看哭了，这星期咋了？这表情谁看了不害怕呀？陈建斌的做法引起老婆不满，情绪一下失控。我不知道耽误到你哪个时间了，你早晨就是我在收，什么也没，你摆什么脸呢？我什么也没说。那你甩什么呢？甩什么话，摆什么脸呢？没有，我只是觉得最后关门这个特别没有必要。什么叫没有必要？你永远就是这样，都应该帮你坐这儿坐，帮你坐那儿。你就把它当成一个宾馆，当成一个酒店，不出门，不是出去也得关门吗？对。那你把它当成什么了？是，你应该把门关上，要不然苍蝇都飞进去了。确实，我没有考虑周全。作为姐弟恋形成正果的张伦硕和钟丽缇，吵架拌嘴那都是常有的事。我没有不开心，我好开心，我就但是你不说话，这样子咱俩就那我说啥呀？我说啥都不对。哎呀，你问我，哎，老公，咱要不要去干嘛？我说我不去吧。哎呀，为什么不去呢？那我能说啥？我真的无语，我今天是没有，我真的很开心可以买到那个鞋。你这样子我真的很累，因为我真的我也很累，你知道吗？